台视60周年小魔女回娘家计划，寻找心目中的霹雳卡、霹雳拉拉。5月7号起锁定小魔女哆瑞咪节目播出，并上网填打荧幕显示的2张精灵图卡，就有机会获得哆瑞咪限量周边。详情请查询台视动画专区脸书粉丝团。小魔女哆瑞咪每周6晚间5:30全台独家播出。